好，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住宅地区发展需要介绍给大家的，已经围绕着343间住宅区已经住满了的，还有即将要建好的600多家的楼宇，即将要介绍给大家的店铺。为什么值得投资 Lestari IUS 店铺？因为我们带给你的是面向大陆的，而且每一年都有30000人口的学生的注册，而且这边已经围绕着343间的住宅区已经住满人了的，已经搬进来住了。即将我们明年还会叫600多间的住楼宇的房子，所以这边的人口已经是完成了成熟地点的人口。我们还有你可以看到种种类类的店铺上店已经陆续的在营业中。大家来看一下 Lestari IUS 的两层楼店铺为什么这么兴旺，你可以看到陆陆续续的很多商家已经开始装修中，还有营业中的商家，包括14家店面的 PASARAYA LONGWAN 也在陆陆续续的装修中，即将要开张了。而且还有看到的有70连锁店，刚才有看到的多比店，还有种种类类的商店一直陆陆续续的进来，所以很值得投资的大陆旁 Lestari IUS 商业店铺。可以看到所看到所有的店铺是面向大陆，大陆的高速公路怡红大道，你可以看到这条大道是通往所有的地区，包括有爱大华、夏万、乌木、班戈、班代一带的所有地区，你可以看到的人口必经之路，这一定要走过的桥路。而且明年我们将也会叫锁匙600家的楼宇，成交锁匙600家。Lestari IUS 两层楼的店铺有什么不好呢？你面向大陆，而且隔壁就是600多家即将要明年交锁时的一个楼宇楼房，更多的居住还有流动的人口在一带这边，你的包括所有的生意每一天都可以做很多生意，很多种类的生意。Lestari IUS 的店铺已经完成好了的，随时可以拿锁匙来装修或者开始营业。看一看里面的实用空间，14尺高度，可以随时任何的生意你可以开始建造。现在大家看一下楼上二楼的用法、用途、地面的用法。大家来看一下二楼的27尺的店面，店铺的店面适合很多种类的生意，全部都可以做，包括你要做八角hotel也可以，连锁商店也可以，公司也可以，种种类类的适合商业都很适合。还等什么呢？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 Lestari IUS 两层店铺的详情，欢迎前来 Toronto 大陆旁的我们的吉利产业销售处询问详情，或者拨打019-701-2222，或者019-703-2222询问更多详情。谢谢，拜拜。